你说夫人他会喜欢什么？夫人，这是侯爷让我送给您的。对景羽扇想来一定很贵重吧？夫人有所不知，这乃是侯爷亲手所做的，在宫中也难得寻几件，您看是不是？哦，冬青，怎么了？你还嫌少呀？这么说夫人也算是失了礼，收了礼物怎么连道谢都忘了？本侯爷不止他收到礼物会来道谢，一向听闻你绣工了得，也并无出奇之处。哎，勉强收下了，还是换上去。包腿，这针线也不甚整齐，鞋底也略厚了些。